八脚链，啊，我嘛足烦恼，足烦恼，一直烦恼讲哦会落雨，结果咱宝生大帝吼，真正甲咱斗保庇，今仔是伊的生日，咱祝伊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哦，予咱遮尔好的天气，凉凉啊吼，真正坐伫遮吼，真正真爽快。啊，搁就是吼，咱的疫情真正愈来愈严重嘛吼。啊，今仔有足侪人吼，甲我诶 FB 啊来甲我讲吼，诶，疫情遮足严重，我毋敢来咧。吼，所以今仔日吼，恁拢足关心的啦，遮小哥来。多谢恁来甲阮斗支持，真的真的，我们双喜戏剧方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鼓励。我的 M 有厉害无？有无唱无？我小太阳舞团的小朋友有无？有吼，真正是无少重资吼，请大家来遮吼，啊，阮来甲演出，阮吼这演出真正是开足侪钱的吼，啊，真正吼嘛是了钱了到强要脱口罩，诶，我知影即摆疫情我袂使脱口罩，好，我甲挂好势，保护恁啊，保护阮大家吼，多谢多谢，啊，咱明仔载吼有咱的戏曲学院，听讲哦嘛就展开是全男班的演出哦。啊，希望讲吼，大家嘛爱来甲因捧场，戏曲学院吼，咱来甲因栽培，是咱歌仔戏的新生代。吼，啊，明仔天气听讲比今仔日搁较好，比今仔日搁较好。吼，啊，我简单介绍一下，我的文武场吼，我的黄晓老师，谢谢，我的陈小玉吼，小玉老师，啊，各位吼，今仔请这大咖，我庄嘉玉老师，谢谢。有老师甲阮作证哦，阮真正拢袂烦恼吼。啊，敢知影黄翔是啥物人的老公？哦，我咧副唱副水啦，对不吼？哎，赞啦！我的张敬生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，谢谢。还有我们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，以及呢我们所有的灯光音响所有的人，哦，真的谢谢谢谢。啊，有时间一个看我，我都吼无一一介绍。啊，真感谢保安局给阮这个机会，希望讲明年佫再来，好不好？人讲演到九点半啦，我演到这边十点，我来讲，我加料不加价。好，我后摆吼，搁较拍面，搁较认真嘞。来，咱的文君姐姐要甲我讲一句话无？我们再来哦。好，我今日讲嘞，讲到十点半吼，一定要做厉害。哦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最后我们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。